Let's go。首先去哪西那里？首先要吃梨，因为呢，就是吃葡萄。先吃葡萄的话，就是会那个甜甜度会留在嘴巴嘛，所以吃梨就不会甜，所以要先吃梨。嗯，来看梨，看梨这里，你看，哇，好漂亮，好多，好多，好大。突き当たりだよ。突き当たり。嗯，突き当たりが梨。这边是葡萄。其实我们首先很棒哎，这种地方乡下，对。啊，今天有很多人。这有点矮。跟日本人不一样，我吃这个梨呢都不削皮。嗯，棒。第一次又嘛吃这个都要削皮跟切成片。嗯，好甜啊。嗯。那里白色纸袋的呢？白色袋子的是葡萄。何でもいいのかな。ハサミできるんじゃない？何でもいいんだ。おお、でけえ。いかん。わあ。わあ。わあ、好多。优马今天没有化妆，所以不能露脸。好大的，好大的葡萄。嗯。啊！哦，跌掉。食べたな。很甜耶。種食べない方がいいよ。お腹で種芽が入るよ。うま。好饱，もうダメだ。好，我们回去。嗯，回去吧。很满意吗？超级满足。嗯。今天不用吃饭。我饿了。走吧。谢谢您的观看。New TV 呢，会在一个礼拜上载3到4个影片哦。这些影片呢，都是有关日本跟学日语的。还没订阅的人，可以在这里订阅。那要看我们更多影片的呢，可以按我们的 playlist 这里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